我只关心秦子墨那么大，秦子墨的东西收的怎么样了？这么人都可以带走，有这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抱枕啊。那个也是非必需品啊。那是必需品。你没有它会怎样？没有它我就。垃圾不是。是吗？我就浑身难受。可能会就是。这个理由。就气血一下子上升，就。你这样我像刘在石，来。好，你可以把它放在里面。不可以。你还有一个龙猫啊。是咸鱼啊。啊，咸鱼。有羊这么多、啊。咋的了？我花自己钱买的。不要啊！不行，我抱它睡觉。那就留一个。哦，你竟然可以这样对他，他真的，这看来你不是真的爱他。请问你把人装上去吧，太难受了。好的，留一个，需要这个。那你留一个。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选择呢？某地方，你想知道你最爱哪一个？对啊，你把衣服那个。我最爱的是。农夫山泉维他命水。哎呀，行不行？这样我都这样了，就留不住吗？我都这样了，爸爸，你看，我都这样了，就都已经这样了。你的行李箱呢？还没到呢，在车，在。那等到了再说吧。好。哇，这是谁的狗狗？我的。它也不是非必需品啊。你们对非必需品的定义有点奇怪了，这都是必需品，很模糊。的人活着要提升生活质量，这就是提升我生活质量的东西。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对呀、啊，它有名字吗？有啊，阿黄。哇，它陪伴你多久？半年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它的话，不能睡好，然后没有睡眠质量，节目就录不好。节目质量就不好，节目质量不好，投的广告就亏本，投的广告亏本，广告就白投了。好，赞助商爸爸就不开心，金主爸爸就会很生气，很生气，摄像组也拍不了了，摄像组拍不了，节目就没了。你也没有钱拿，你没有工资的，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就把你的小黄，你要带走我朋友，把我带走。好吧，把你带走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今天你想把我的东西从这儿？爱奇艺悦享品质。